媳妇儿，我回来了。你一天别没事往隔壁王哥家跑，行不行啊？我没事上王哥家住会儿咋的了？邻里邻居住着。再说了，王哥不也没少往咱家跑吗？哎，媳妇儿，你猜我今天看到啥了？看啥了？我在老王家看到你袜子了。啥？那不可能呢？不可能啥呀？再说了，你袜子啥味儿我还闻不出来。老王都承认了是你的。不是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啥呀？老王都说了，昨天晚上风大刮他家去了。回来呢，老王说了，让你自己去取。哎呦我的妈！别忘了，明天早点去取去。今天给你们看一下，世界上最凶的动物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爱着你是可香可美了，你知道不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恨你，铁棒棒。叶一龙，怎么是你啊？有事吗？我们还有复活的机会吗？我们都分手两年多了，你说这话还有意思吗？你是不是有新男朋友了？哼，知道就好。是那个叫小法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聊了好久了，感情很好的。哎，那是我小号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说那些小本生意无忧无虑，物美价廉，想是就是，货真价实，不玩贸易，你想买就买，无需考虑。那你给我称一斤嘛？称一斤哪里够嘛？多买几斤送同事，吃了开心，拉拢关系。想要升职啊，买点带去。老板见了提拔容易，男女老少、同学闺蜜，聚来聚往，有来有去。逢年过节，朋友相聚，大小场合有情有义。互相聚，聚上餐桌，和和气气。说来说去啊，只想让帅哥多买点回去。切，你那个嘴巴像鸡块一样，你太能说了吧？我不买点都不好意思的。给我包起来，我全要了。嘿，帅哥有眼光，25块钱哈给你。来，谢谢帅哥，祝帅哥今日今日喜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筝，身富身财身长生，寿山寿岁寿长生，身富身财身贵子。勤哦，那肯定的。那要下雨了，我跟你说，我要介绍个靓女给你，你要不要？你又说介绍个靓女，你介绍到过了，没有一个是靓的。哎，不见了，这回出了我多少阉割了，没有一个成功的。又想来，想出我家的阉割了吧？不要说阉割了，不说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靓女好靓的。有什么最美？那有没有？我先看相片先。你怎么没看的？我就不要，等一下出了阉割用不成。我给你看相片。你看亮不亮？哎呦我的妈！真的有这么亮啊？肯定啦。肯定是开美颜了，现在的女人都是开美颜的，哪里不可能这么亮的？哎，你好，你就是那个李阿姨干涉过来的玲玲吗？是啊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有两台车，还有5套房。你有什么呢？我除了没钱什么都有。那也没关系啊，
如果你跟我结了婚，我就把外面那台车送给你。好啊，那我们去领证了。好啊。那走了。嗯，哎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孩子啊？没有啊。没孩子，那算了。怎么了？不结婚呐？没孩子结什么婚呢？结完婚之后谁帮我养老咯？没孩子。那结了婚之后不是有孩子吗？那没孩子你怎么结婚呢？你以为我真的看上的人是你的房子跟车子？这人有病吧？你比我病得更厉害。我怎么有病呢？你条件这么好，无缘无故看上我，你不是眼睛有问题就是脑子有毛病。哎，相亲的大哥，你就穿这身跟我相亲啊？对呀、啊，哦，以前相亲时我还租一套衣服，但是今天听说你这个条件不咋地，估计我也看不上你，花那个冤枉钱干啥呀？因为下午两点见面，也是怕我吃东西吧？没错没错，就是要避开饭点儿，我怕你蹭吃蹭喝，最后又昧着良心夸我是个老好人，白搭一顿饭钱。哎呦我的妈！有这个钱省下来买果蛋皮吃不香吗？真没看出来，你这歪心眼子还挺多。我只是看上去傻傻的，又不是真傻，这叫大智若愚。你不说你170斤吗？我咋瞅着不像呢？啊，我瞒了你20斤，实际190。我听王姨说你眼神不太好，我以为你眼瞎看不出来呢。不过看你这满脸褶子老妹儿，你也不像30啊。我比你实惠，你瞒我20斤，我才瞒你8岁。哎呦我的妈！38了，现在不是有美颜吗？画下妆，美下颜，母老鼠都能变貂蝉，再加上满脸化妆品。我说28，你也看不出来啊。既然呢，咱俩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你就别扯那聊的，都失魂的。好，听说你想找个懂你的。对，懂我的贫穷又不离不弃的。那太好了，我跟着我前夫过够了开宝马住别墅的日子，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日子是多枯燥。哎呦，我现在就想体验吃苦受罪，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哎呀，那你也找对人了，就别的不敢说，就在俺们村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再比俺家穷的了，好多人都想认识地保大爷，俺家亲戚好几个都是。那我真找对人了。哎，刚才你说你结过婚？不多，结过2次。大师说我命硬克老公，让我多做善事，我为了救他们一命就跟他们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不是我的过去了。你有啥过去呗大哥？哎，我过去是光棍，现在还是光棍。你好姑娘，我今天相亲没带花，你把你花借我吧。你好，我是王婶介绍来的。你好你好你好，谢谢啊。那个你也没人要吗？开玩笑开玩笑。小哥哥是什么学历啊？我当年差点研究生，后来出了点意外。研究生呀？那出了什么意外？初中没毕业。那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我的梦想跟我爸一样，都是月入10万。你爸月入10万啊，好厉害呀、啊！不是，月入10万也是我爸的梦想。那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啊。那你觉得男生应该赚多少钱才能够你花呀、啊？也不用特别多呀，差不多1周2万吧。2万，你住 ICU 呢？我看你照片跟你本人也不太一样啊。你懂不懂年轻人的时尚啊？照片发出来之前都是要 P 的，当然比本人好看了呀。照片也不好看的。你谈过几个男朋友？2个，你呢？哎，巧了，我也2个。你得了吧，王婶都跟我说了，都谈过7、8个女朋友了，而且个个都是高颜值的小姐姐。我俩聊的不是男朋友吗？我还是去一对 APP 里找一个靠谱的小哥哥吧。穿越时间，想去你身边。你说你说你爱我，不是真心话。甜言蜜语听太多，分不清真假。如果真爱我，牵我的手儿啦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现在就出发。菲菲儿，你哪个？哎，我是王大爷介绍的相亲对象的嘛。你这个是要搞忘了？哎，你走哪儿去哦？
啊，我最近老得慌，我想吃肉，我在菜市场去逛一圈。哎，肉有啥吃的嘛？你跟我一起吃爱情的苦，它不想说。为啥子给你俩吃苦呢？哎，吃的苦中苦，你方为我心上人啊！你难道不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你啥子意思？你长了一副我喜欢脸，你凭啥子不喜欢我？你喜欢我，我就要喜欢你上。实话跟你说嘛，我看上的女人啊，都有一截，就是在劫难逃。在劫难逃，你看你长了个样子，长了个猪八戒脑壳，你还学那个孙悟空耍无赖嗦？哎，你脸皮真的是比城墙打怪还厚。哎，脸皮厚才吃得够哈。哎，耍朋友不积极，我看你脑壳有问题。俗话说得好，哎，你追我隔层纱，我晓得你不会追我，所以我主动出击。你主动出击，你不羁而放屁，你在想啥子？哎，你长了一个戒备森严的脸，你主动出击，哎，你就不能给我个台阶下说？我也不是卖楼梯的，我想给你台阶下来。你说话标准嘛，动不动就骂我，我不喜欢这种相处方式啊。那你喜欢啥子相处方式呢？我喜欢你打我。好得很，我今天的高跟还不显好。哎，打我谁？打我谁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相亲呢？啊，对呀、啊，直接说条件嘛。那可以直接点，那个房子、车子、票子要有噻。锤子！哎呀，你像个锤子，兄弟啊！你那个一上来就是这样那样，这就是那你有没得嘛？我没有，所以说我要找一个有的。那我还以为你有的那个，我还是没得哦。那里面的你想啥子亲了？你想？那里面的你来想啥子亲了？滚！还、哎、真的是，走那公文包啊，穿个绿色衣服，咋了？你喜欢绿色说的啊？那你乱说。走啊！哎，不香就不香，呸！走，我看不起你。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？是呢。那我们的白头偕老，海枯石烂，山盟海誓，算什么？耍成语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咋了？哎，你说猪吃的叫猪食，鸡吃的叫鸡食，为什么我吃的叫做零食呢？大哥，我觉醒了超能力。怎么？通灵术，通，大哥你。